我想讲咧，嚟到北极圈第一单乌龙事件就系点咧？巴士头先火车上面咧就话咧，有游客上到嚟嘅话咧，3:15咧就有一班免费嘅 shuttle bus 咧就会带大家去 centre 嘅。好啦，咁我摆低只件行李啦，我就走去影相啦。咁佢早开，我个行李就喺上边。咁好彩，我贵重嘢咧全部喺我身跟身。咁点咧？咁点算咧？好啦，而家我咧，因为我又系唔可以，呢度冇的士 call 啦吓，其他旅行社又唔会帮我啦。咁我问咗当地职员咧，就话你要行翻去市中心。好啦，我准备大家睇，我而家系要行2公里去市中心，再要截翻嗰个巴士，攞翻我个行李，死得啦，真系。去到北极圈，第一个乌龙事件。都唔系我乌龙喎，大佬，佢开咗架车，佢见到我嘅行李摆上去，佢唔等我走咗，搞错啊！完。